下，今天满洲铁路的一个乘员，你为什么不签字呢？阁下，我问你呢，你要知道，那是军部已经同意了的。阁下，我问你话呢？什么？你说什么军部？阁下，你耳朵聋了吗？太不知自重了。我是看这个电影看得太投入了。你是说那个成文的事儿吧？我已经把它交给总领事办了。像那样的文件，不必我签字。这两天没骑马，我浑身都不舒服。王爷，您不舒服呀？那我给您捏吧捏吧。你这个小山东倒是挺有眼力劲儿。王爷，您那边的草原大不大呀？那还用问吗？老大老大的，一眼望不到边。哎，纳尔托亚，我听说你们草原那边的猎人养老鹰，然后抓兔子，可好玩了。你养了吗？我太小了，架不动老鹰。我就奇怪了，你说那老鹰多厉害呀，他怎么就听人摆布呀？老鹰是熬出来的，我们那儿有专门熬鹰的把式。熬鹰的把式。皇上，您日思夜想的东西到了。什么东西？皇冠呀。啊，皇上，您不要难过，这一天会到的，肯定会到的。皇上，上小林。阁下，大日本使者团来访，请你接见一下，就在会厅。皇上，他们是代表日本天皇来的，见见吧。走。完了，把皇冠摔坏了，你可惹了大祸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，你这犯了杀头之罪呀、啊、这日子过去擦擦擦满门抄斩，那我怎么办呀？侯大爷，你救救我吧。我可救不了你啊，我看你还是跑了吧，越快越好，越远越好，听见了没有？哎，兄弟刘部，有件事儿想打听一下。什么事儿 啊？有没有一个叫虎子的小孩在你们那儿混室友啊？有啊。你是他什么人啊？我是他的一个亲戚，他父亲托我来看看他。哎呀，你怎么不早来一天呢？昨天呢、啊、这孩子惹着大祸跑了。跑了？嗯，他跑哪儿去了？这上哪儿去？
那我就不留客了。王爷，您一路走好，请。打死你都不赖小子，你不？哎，你这个人咋回事？咋打孩子呢？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？干什么的呀？他是小偷，他偷我钱。嘿，不是他偷的，是我偷的，多少钱我还你。虎子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托雅，找不着也得找。我就这么一根独苗，我不能丢下他不管呢。要是这样找下去，那时间可就长了。咱剩下的钱不多了。我是这么盘算的啊，咱不还剩点钱吗？嗯，咱们一边开个店，一边找孩子。那天好他们不管了。哎，我估摸着他们已经回老家了，等找到虎子，咱就把买卖挑了，也回老家去。在这儿开啊？不，回沈阳。虎子肯定回沈阳去了，去找我和他的姐姐们。我在老家学过做火烧的手艺，咱们租个店面开个火烧铺。你是被通缉的人，你可不能出头露面啊。大家都注意了啊，现在渤海湾那边有战事，所有航船都取消了，大家就都回去吧啊，不用排队了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干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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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等于没用了，这没出了，咱咋办呀？能有啥办法呢？咱得等吧，几天啊？要不，咱就先找个地方住下来吧。我这儿没什么活你们能干的。他爹啊，先别说这些了，让孩子们坐起来再说啊。坐下来，坐下来，来来来，快点，先生，快坐，快坐，来，坐着，坐。来，给。不用，婶儿，不用了。拿着，拿着。谢谢婶儿。拿着，拿着。谢谢。哎，来，婶儿，我不吃。你谢谢婶儿，谢谢婶儿，我不吃。这呀，是我们小平岛的特产，自个儿家晒的，可鲜了。快吃，快吃，吃。爹，你看孩子们怪可怜的，就把他们留下吧。啊，你看呢，一个比一个水灵。你看，水灵归水灵，可三个女孩子家能干什么呀？我可以学着下海捕鱼。笑话，听谁说这女人能下海捕鱼啊？那是犯忌的。大叔，我们可以干点岸上的杂活。对啊，这海边上没有省力气的活，风里雨里的，那得吃苦。我们能吃苦，什么苦都行。爹娘，来，这是天好他们姐妹三个来这求个活路。哎，这是我儿子大海。大海啊，老爸烧家去了吗？还没有呢。我这就去，我这就去。走了，爹啊。爹，把他们都留下吧。他爹呀，就把他们留下吧，啊，留下吧。再来啊，哎。谁啊？邱排长，是你吗？虎
猴子，哎。宋营长没跟你在一块儿啊？啊，在在，他出去办事儿了，晚上就回来。我可找到你们了。血染疆场，可我宋某还苟活到现在，我愧对他们了，都是我因为儿女情长没能和大伙一起捐躯报国。胡子，你是怎么逃出来的？我抱着一个日本少妇跳下了山崖，多亏摔在日本人身上才捡了一条命。你也是九死一生啊，营长。嘘，这掌柜的，是是，掌柜的，咱们就这样死的死，散的散，流落成老百姓，干瞪着眼睛看着日本人把咱赶出来了。眼下日本人势头正猛，大部队撤到关内不抵抗，就凭我们这几条枪跟日本人干，哎，真咽不下这口气。行了，我们现在是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，哭不过来，那么就烂葬岗子了。你给我闭嘴！胡子，你先住下来，但一定要注意安全。白天啊，就不要出门了，你就藏在这个吊铺上，啊。有，掌柜的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在这儿久留的。哎，不是我撵你啊。这也确实不是久留之地，等你伤养好了再走。嘿，这闺女干活还行，挺带价的。大叔，你们来早上多久了？16岁那年，我爹就带着我从山东石岛上这儿来了。大叔，咱们岛上有一半都是山东人吧？一半可不止，要往老辈上翻，山东人占90%还多呢。那可不，你就拿我们老史家来说吧。咸丰年间从登州府就来这儿了，你算算多少年了？可不是吗？我说呀，这姐儿仨都不错，尤其是老二，你看多精神，给个小子都不换。这姐儿仨头一天一来，你就一个劲儿让我把他们留下，我就知道你要挑个儿媳妇。那可不，这姐三个个顶个的都那么尊。胡子，哎，顺回好点了吧？这些天呢，多亏了你们，我好多了。这是什么话？咱们都是自家兄弟。哎呀，不过这两天确实拉不开栓了，这不掌柜的又出去想办法借钱去了。真不好意思，我给你们带的麻烦太多了，你们也太不容易了。上海，我打算这几天就走，去到营口回老家。你真的这么想？胡子，那你就听我一句劝啊，要走就趁早，这两天街面上风声特别紧，警察是挨家挨户查户口，
马上就查到咱们这儿来了。你说的也是，要不营长回来了，我打声招呼就走。哎呦，你打什么招呼啊？你打招呼不等于跟他出难题吗？他那么重义气，他能同意吗？哎，你说换了你，你能应承吗？是不是？干什么的？串门的。串门？走。兄弟，我走不了了，给我补一箱吧。不行，走，胡子，走，听我说，别让我落在日本人手里，给我补一箱。南九，南九，南九，别出声，别闹，我烦着呢。去，上酒。你小子没少喝，你不认识我了？你不认识我，你看看我是谁？这大个子。你怎么在这儿？队伍被打散了，跑到这儿。你和营长在一起吗？啊，对对，我和营长在一块儿。哎呀，我们都以为你那样了。哎、我和副营长刘胡子一起投奔了郭黑山的小旋风。小旋风挺信任我的，让我掌管了钱粮。小日本轰炸郭黑山的时候，正赶上我下山收账，幸免一难。大个子，你命大呀！以后打算怎么办呀？营长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一直想报答。估计他现在很难，我手里有点硬货，想分给他一些。怎么？你发财了？我不是掌管钱粮吗？那你还穿得这么破呀？别小看。掌柜的，王八蛋，你还有脸回来？营长，营长，大个子，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营长，我找了你好久，总算找到了。这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屋里去。就是这样，郭奎山被小日本打平了。咱们的弟兄就这样全完了。小日本留下这一笔笔血债，
早早晚晚让他们用血来换。营长，郭黑山的钱财在我这里有一部分，我打算把它留给你，余下的带回山洞，交给那些死难弟兄的家属。哎，我这儿你不要管，你把这些钱都带回去，给那些家属分一分，这样也算咱们对得起死者啊。给弟兄们的钱我都留足了，都在我棉袄里，这些是特意给你留的。这个钱啊，我一文钱都不能要。营长，咱们也……你给我闭嘴！这还留胡子呢？留胡子？你还有脸提留胡子？今天当大哥的面，你给我说一说，留胡子怎么回事？你别生气，说。是这样，就在你来的前脚，留胡子也来了。他负了点伤，我就给他包好了，营长把他留下来了，他怕给我们添麻烦，趁你不在的时候他非要走，我死活劝也劝不住，我没办法了，那我说我送送你吧，在路上碰到了警察，结果他被警察打死了。是你杀了他？说你为什么补他枪？说营长，我冤枉了，他确实被警察打了，当时奄奄一息，他苦苦的求我，让我成全他，我看他也活不了了，我是没办法。放屁！你，你是怕他不死给日本人留活口，我宰了你！营长，你也太狠了！我这么多年，我鞍前马后的，我出生入死的跟着你。为了救你，我把命都豁出去了啊！我换出来就是这一刀。你为了一个半死不活的刘胡子，你要杀我？宋成祖，你太绝情了！郑振海，你救过我，我不会忘的。你不念旧情，早成我刀下鬼了你！我今天才真正认识你，你记着啊！从今天起，我不想再见着你。你滚，营长，你给我滚！出来，出来，营长，别这样，咱们是多年的兄弟，有话好好说。别找了，在我脚底下呢。好啊，宋恒祖，你耍我！我给你留着面子呢，你不领情吗？把东西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！看来你是死不回头了。宋恒祖，别挡我财路，挡我财路，别怪我翻脸不认人。动手吧，别逼我。我可不想杀人，动手！你，哎，这小子，你是黑了心了，今天给他死到临头了！宋总统，我记得你这一刀，我早晚会还给你。
不知道是你的命大呢，还是对方手下留情啊，挺悬呢、啊。谁打的？你就别管那么多了。张大夫，换药啊！我这有个病人。张大夫，谢了啊。站住！干什么的？看病的。什么病啊？肚子疼。肚子疼。姓裘的，何苦呢？交代了吧，把你的痛我交代出来，你就没事了。我没有什么可交代的，我也没有痛苦。还是说了吧。你还不开口吗？嘿。这个家伙嘴很硬，那就不要跟他废话了，让他洗洗澡。洗澡啊，好啊，我正想洗澡。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饿了不洗澡，狼不剃头。这样，在你洗澡之前，我给你弄只鸡吃吃。看见没有，肥很肥，还活的呢。既然鸡不吃，那就洗澡吧。我宋成祖没有在打鬼子的战场上战死，却让小日本拉着当猴耍呀！我给中国人丢脸了，我对不起祖宗，对不起乡亲们，也对不起我的儿女。不过我宋成祖一定要把这个面子找回来，我就是到了阴曹地府，也要和小日本做一辈子冤家，我要让他们一辈子不得安生。乡亲们，我宋某要和大家告别了，临走前我给大家留句话，中国人是杀不绝的，小日本是兔子尾巴长不了。乡亲们，我宋某这辈子没求过人，今天我也求一回，我求乡亲们在小日本滚出中国那一天，在我的坟上放一挂鞭炮让我听听。宋成祖，你繁蛮抗日，罪大恶极，死到临头了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呸！我堂堂中华，岂能屈服你弹丸之国的小日本？你别高兴得过早，你们会为这个疯狂付出惨痛代价的。小日本，开枪吧，还等什么？简直是不可理喻！举枪！医生，我对不起你啊，医生。邱成海，我真是瞎眼了。你为了活命出卖同胞，已经是罪不容恕了。可是我还要劝你一句，
不要再给鬼子卖命来残害自己的同胞。你别忘了你是中国人。营长，你放心，只要他们放了我，我会好好的安排你的后事。天好到位，我也会安排好的。呸！我宋家人从此跟你一刀两断，你给我离他远一点。开枪！也顾不了那么多了，再不下海咱吃什么？再说了，这船住那老爸烧着，整天跟着定要账的，当初就不该租他的船，整天逼债啊，把人都逼死了。不找他找谁啊？我也是被逼无奈。可有时候啊，这过日子还真得冒点风险。没听有人说吗？胆子大的骑老虎，胆子小的就能骑那个毛屁股。关大章，鱼回来。你们大伙都过来听着，过来过来过来，日本人啊已经发下戒严令了，这带的海面啊，日本人要实行军事管制，从今往后不允许有渔船下海打鱼，这滩的海滩呢也要变成无人区了。我现在啊给大伙报个信儿，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回家，日本人马上就要来啊，回家回家。老大家的啊，这沙姑娘是谁家的？我怎么没见过啊？你说他们姐仨啊，前儿个才来咱村的，闯关东待不下去了，想回山东老家，这不打仗封海了走不了了吗？就住我那儿了。是你们家亲戚啊？不是，是我老舅介绍来的。哦、啊、那什么，天好啊，我快收拾东西去、啊。谁家的船呢？赶快回来！大海，快回来！回来，回来！大海，快回来！朱大婶。他们租我家的船。大海，别开枪，别开枪，走开，走开，别开枪，走开，走开。你活生生的俩老爷们儿就这么完了。哎，这笔账一定要算清楚。算了吧，都是命啊，
节哀顺变吧。啊，这点东西啊，你收下啊，算是我祭奠他们父子的。你带他们爷俩，谢谢你。哎呀，怎么这么说呢？啊，哎呀，他爷俩也真是啊，那天等海面上平定了，那再出海呀。这不是住你家的船，急着还钱吗？啊，这是你提起要还钱的事儿了。焦家守了爷俩，我家的船也沉了。那你打算这钱得怎么还呢？我家都这样了，你让我拿什么还呢？这当初都说好了的呀，这老大拿你们家的房子来做的抵押呀，那船都没了，那你说怎么办呢？你要收我们房子，你让我们去哪儿住？这不急，那早晚的事儿。大婶，您别急，我干活挣钱给他们还账。你们姐妹啊，好说啊，只要是你们答应了愿意留在我家，这房子就归你们姐妹了啊。留你家干啥呀？做梦啊。再想想看啊。想想看，想想看，想想看。你干啥？咱你们不洗。是。天好了，小平岛怕是待不下去了。那咱咋办呢？清风镇有个山东大院，我二哥靖玉婷住在那里，我去投奔他。那里呀，山东人很多，是个养活穷人的地方。你们跟我到那儿去吧。行。谢谢大师。闺女，咋了？咋的了？虎子，我们一定会找到的。我们姐弟四个会好好的活下去的。你俩走吧，我不走了。你要干啥？虎子是咱老宋家的命根子，我当初答应过爹，我就是死也把虎子找回来。我要去沈阳找虎子，我如果找不着虎子，我这一辈子都不回家了。二姐你疯了，咱爹都没找着虎子，你能找到？再说了，你一个人去沈阳
咱姐能放心的下吗？天心，老宋家现在就剩下咱们姐仨了，咱不能分开。姐，你俩说啥都没用啊，找虎子的心我已经定了，就算要找虎子也轮不到你。可是你要去了天月咋办？姐，你就放心吧，我指定能把虎子找回来。等我找着虎子了，我带着虎子去山东老家找你们。姐，有我，关山。